惆怅，无比说知道不知道，哦哦相隔一千米，这在空中啊是一眨没眼的功夫。按规定，两架飞机相隔要大于三公里，小于三公里就算是危险接近了。像这么严重的事故，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哎，那你说，北航会被处罚吗？悬，恐怕连明飞都跑不了。大爷，要是头不赶着接那个电话去，也出不了这么大的事儿。要处分，就处分我吧。处分了你，就能帮着伟华了。净说废话。李老师，那小鱼出这种事故，你还能上岗吗？按行业的操作规范，管制员要出的责任事故，就要进行一定时间的模拟训练，考核合格后，再从最低行为开始。至于以后，就要看管理员的工作实际。这么难呢？你缺这么多条条框框，还敢在塔台待下去？你敢我就敢。我要是不敢呢？你不敢我也敢。你这点勇气，要是给伟华一点就好。塔台上出了事儿，咱们谁脸上都没光。我看，咱们还是每人抽出点时间来，轮流到模拟室去。有个人陪着他训练，总比伟华一个人瞎比划要强。我看行，咱们从明天开始就这么干。我先来。哎，孟连不是明天就回来了吗？那怎么了？不行，我把他也带去。好啊，哎，赶明儿没准咱们塔台上还多个管制员了呢。
怎么跟地下工作者似的？我是怕你那帮小兄弟在护你。现在没有人有心思护我。怎么了？啊，没什么。塔台上长与短的事儿，这你又不是没体会。那我呼你，怎么不给回呀？我当时在路上，没有电话。给，以后在路上用。开什么玩笑？你干嘛不问我为什么找你？现在问也不晚吧。怎么，想灌醉我？是我自己想醉。你怎么了？皮特曼来电催我回去。什么时候？没有时候，我没答应。那好，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地待着。你为什么不问问我？你真的一点都不关心？哼，你想让我知道的事情你会告诉我的。你变了，因为你我之间毕竟有一条楚河汉界。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不是个独身女人。皮特曼催我回去是为了一笔生意，可是我不愿意这样继续下去。你打定主意要和他分手？你能告诉我什么吗？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红毅，为什么你不能像以前那样给我出出主意呢？我已经错过一次了，不想再错第二次。就是因为我叫错过你名字。别说了，红毅。也许因为是我回来，打破了你心里的平静。可你不知道，这些年我在外面多想你们，多想和你们在一起。哪怕结果不是如我所愿，但只要能经常看到你们，我心里也觉得安慰。这一点你不是已经实现了？你为什么不命令我不再离开你？我恭喜你。
故处理报告下来了吗？没有的，我报告既然发出了，就别再去想了。明飞，这次飞美国，我想去看望老人家，你就没有一点新消息能使他高兴一下吗？别催我。好吧，一有空就把小飞接回来啊。我知道了，这句话，好，再见。再见。831，滩河口东南30公里，左转航向33栋，飞向滩河口，恢复自由领航。两栋拐跑哪儿去了？走了。东旭，咱们家的织女又过鹊桥了。走。哎。啊。想我了吗？想，想的什么都忘了。走。这回呀，我又带了好多的土特产回来，可是没有一样是送人的，全给你。好。哎，怎么这么轻啊？好像没什么东西似的。哎，走啊。孟莲，我得跟你商量个事儿。又来了，我不想听。那我就这么说。痒死了，烦人劲儿。说吧，我洗耳恭听。月华出了一次大事故。真的？别这么大声啊，他正在模拟室进行训练呢。我们几个商量好了，每个人都抽出点时间来陪他练练，我出来接你正好是个空。孟莲，你想啊，这种事不管发生在谁身上，作为管制员来说，都是大过天的事儿。模拟训练的如何，关系到是这辈子还能不能再上塔台。大家都是一块练出来的，咱不能眼看着伟华一个人掉下去啊！啊！再说，你要是出现在机房里，那可是不得了啊！伟华心里准得一热，咱们再把你带的东西送给他，他心情一舒畅，说不定训练速度还能加快呢。瞧你想的这周到，跟政委似的。哎，到底怎么样啊？随你呗。咱们走。
注意，90分钟内有30架飞机将进入禁禁管制区域。北华，开始吧。我刚落地就被他拉到这儿来了。北华，好好练吧，你能行。我觉得看屏幕的时候，脑子里面应该有一个立体图形，垂直距离、平行距离加上速度，这个图形就有了。其实这应该是你的强项啊。我脑子有点乱。一口吃不成一胖，今天你太累了，来休息休息啊。哎，那可不行，再给我表演场去，就一个。做好了，请吧。幺洞拐两，北京区调。你下方有一个拉力赛机群，高度3900米，你保持现有高度，从机群上方飞跃。北京区调，幺洞拐两，明白。39洞，北京区调，增速到280海里。北京区调39洞，请告诉增速原因。39洞，你后边有一个拉力赛机群，你提前进走廊，以免发生冲突。39洞，明白。Pass to Beijing 101, Beijing Control.Maintain 3900 meters, heading 010. Contact Beijing approach 129.0. Flight level 3900, heading 010. 关闭东跑道，禁止一切行人车辆穿越。好的，通知39洞。39洞，北京地面，请尽快脱离跑道，拉力赛机群就要下来了。董旭，让他们进1号走廊。好。人图北京101，北京 Harbor Watch descend and maintain meters, continue present handling. 北京 approach, Paris, 北京101 order. 小虎，跟那个737改向西跑道。是。幺洞拐两，北京塔台，改向跑道18右。再说一遍，改建跑道18右。幺六拐两，明白，跑道18右。好的。IRS 图北京101，北京 approach very far information delta。I have received information delta. I read to Beijing 101, landing runway, 1A left, vehicle approach, QFE 1002. Runway 1A left, QFE 1002. 小虎，幺洞拐两落地后让起飞的快一点。
5分钟放一个，间隔短不短？多增加了一个高度层，问题不大。平时要是也这么放飞，航班延误就会少多了。上塔台看机群落地，让他们别来了。来不及了，新娘子进了洞房，不让先盖他，说不过去吧。可是，这是30秒钟冒一架飞机，万一要是雷达出点事儿，督军啊，随时准备，程序指挥。啊，程序指挥准备完毕。怎么样？欢迎大家。我们正按照预案指挥，间隔30秒钟降落一架。间隔这么小？是困难大点，但是我们大家早盼着有这样的机会。哎，第一架已经出现了。Paris to Beijing 101 Beijing Tower, surface wind 170 degrees, 8 meters per second.Clear to land runway 18 left. Roger, 101. Hey, 看，木屏消失，雷达死机。木一，你负责通知通讯总站，立即抢修。好的。木屏小虎，哎，立即建立非雷达间隔，改用程序指挥。问这些飞机。能否保持目视飞行？如果可以，能让他们尽可能保持目视间隔。是。小虎，进来。Paris to Beijing 101, clear to land runway 18 left. Orderly, resuscitation radar failure. Maintain 30 seconds. VMC sufficient and formation flying. 101 Roger.To Beijing 101, Beijing Ground, follow the following car to we kick the runway. 不对啊，怎么少了一架？啊，数清楚了。数清楚了，应该是17架，可现在只降落了16架。编号112管没有降落。好。
小虎、高霞，你们用两个频道呼叫幺幺拐东区，去通知区调扩大范围寻找。是。Paris to Beijing 117。Beijing Tower。Paris to Beijing 117。别换了。Beijing Tower。这样下去，早晚得出事儿。117。幺幺拐情况怎么样了？幺幺拐已经回话，可我们的雷达上看不到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什么方位。马上请求空军支援，开放雷达寻找。首都机场塔台，我们已经发现目标，现在大同以西80公里处，因无线电罗盘故障导致迷航，我们已经派出飞机升空引导。比打架的本事大多了。你别跟我这么磨。告诉你，刘孟非，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可是我郑重其事跟你说，我最烦你动不动就把早晚得出事这类话挂在嘴边上。你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你说这种话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你心里有点数没有？你怎么嘴上你没把门的呢？书记，咱这雷达设备确实早到超清服役了，这也是事实嘛。那也不能说这种话，这种风凉话你说给谁听啊？书记，我说两句，您别不爱听。你们上面就是要找我们下面要成绩，就现有的这些设备能取得一些好的成绩，人的因素是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的。可是不能因为我们克服过设备上给我们带来的困难，上面就可以不把更新设备摆到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上。我们都有依靠设备给我们准确信息的时候，要是雷达停了，我们就是把眼珠子瞪出来不也看不见飞机吗？所以我觉得我们主任的话虽然不那么好听，可句句事实，您可千万没有抵触情绪。哼，好厉害啊，说我有抵触情绪。我觉得也是。书记，咱们平时关系都不错，我们呢也没把您当外人，该替我们呼吁呼吁。你这张嘴词儿还挺多的呀，啊！平时和你们直接对话机会很少，逮着了还不多说几句。难怪刘明飞一个劲儿的保你呢。我知道，我不光会打架。哎，明飞，我忽然想起来了，更新设备的事儿，我们可以和你父亲合作呀。我父亲。陈小姐和欧阳先生要见您。哎，真是太好了。他们在哪里啊？你好，你好，你好！我说上帝不会把最不愉快的事情都分配给我吗？哎呀，真是太好了，你们来啊！欧阳啊，这次航班等候能有几天时间呢？啊，有两天，我让陈思一定带我来看看您。好，欧阳，以后你每次来最好都能到我家来一次。我在直觉上就感觉到我离家乡不是那么远了喽。刘教官，上帝又给你什么不愉快了？哎呦，我现在公司正面临着抉择，伤透脑筋喽。爸爸，说不定我们这次来给您带来好消息了呢。嗯，是吗？
上回你说合作的事儿，上边问了好几次，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吗？我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呀，不过前一段公司经营的不景气，压都喘不过气来。哎，我正要听听你们带来的新信息呢。哎，这不是我们就来了吗？有什么想法吗？哎，你儿媳妇的想法啊，比我可多多了。是吗？我们目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空中流量的不断增大和地面硬件设施不足之间的矛盾。你想跟国内合作开辟项目，目前正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等这些事情有眉目了，您心里的愿望也许就会实现了。国内机场的设施同这里相比差距确实很大，在这里高科技成果的应用和现代化管理手段的结合天衣无缝，就连跑道上的着陆灯、塔台上的管制员都可以直接控制。我想我们国内一下子还达不到这种水平，只能从最迫切需要的部分着手了啊。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作为飞行员，我认为目前产生经济效益最快的应该是地面导航设备。欧阳机长说的对，机场的雷达设施已经超期服役好几年了，这正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的。你们领导是什么想法呢？是有了具体项目再做，还是确定下来想法之后就做呢？我看这事儿不能等。既然国内迫切需要设备，我们就应该从这儿入手。等大家看到实效了，下面的事情就好进行。好啊，我要让我的明妃看看，她是大有可为的。明妃有她自己的事业，想要轻易改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您不能光从父子之情的角度考虑这件事。我明白你的意思，怪不得明妃娶你做妻子了，你想的可真周到啊。您可真是他父亲，说什么都站在他的角度。这没办法呀，哎，你可别往心里去啊。我看应该由你来做这件事情啊。爸爸，自从您到我们家去过以后，我就一直在想，也许这样做才是说服明妃的最好方式。我老了，跑也跑不动了，你经常来回飞，这件事情就托付给你办吧。您要是信得过我，我就试试。脑筋的时候啊，又要注意营养。你看嫂子，还挺是那么回事儿。还不是为了你。需要24小时之内搬出，否则一切后果由住户负责。这什么意思？现什么现？我看他们还敢撬南部房。哎，别发这么大火，问清楚了再说吧。正着呢没有？你该航班准备去了，去吧。不行，回头你又该吵了。我不跟你们吵架，只想把话说清楚。说吧，我听着呢。房屋的管理权限上面咋分清楚？你们住的这房已经交给我们管了，而且我们已经把它安排下去了。
按制度，办公用房不能当宿舍用，这事儿我们也不好办。我们不是不遵守制度，可我们搬出去以后住哪儿啊？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我们总得有地方住吧。可我们不管跟你们分房，你说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要是搬出去，就等于说让我们俩整夜整夜在外边溜大街，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能眼看着无动于衷？没办法呀，我手头上房子要是富裕，我干嘛催你们呀？帮帮忙行吗？你们住了这么长时间了，要说帮忙的话，也不能说我们没帮忙，可现在的确是不行了。我不搬。在塔台上，飞机也听你的，那没办法，可落了地儿就不行了，一人管一段。既然这纸条上的内容你已经看清楚了，我就不多说了，24小时你们动作快。我想听听上面写的一切后果由我们负责到底是什么后果。那我们只好替你办了。你敢？你要是这种态度，我们就不得不采取措施了。那你就来吧。你要这样硬顶，我就上报，损失得从你工资里扣。扣扣，你爱扣不扣？就冲你这种态度，我们还非扣不可了。你，东旭，我求你了。他们要撬门，你求我管什么用啊？咱们这几天可是太热闹了啊，干了几把漂亮事儿，也踏踏实实的现了几回眼，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请各位都提着点精神，从现在起一点错也不能出啊。哦，对了，该谁陪伟华训练了？哦，该我了。哦，那你去吧。嗯，多给他出点难题，这儿有我监护着。哎，啊，对了，那好，学着点。这几天怎么样，主任？您一坐在这儿，我得这么紧张啊？哟，那你的意思是说让我离开？少侠，你也太过分了吧！你一上席位，连主任都得离开啊？专虎，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哎，这回不紧张了吧？哎，你好，塔台。哦，哦，我是刘云飞。哎，这样。我想这件事情应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我现在太忙，这样下了班之后，我找您谈，好吧？啊，那就谢谢了。啊。喂，你好。喂，啊喂，啊你好，我是刘明飞书记。是这样，有人要撬曹东旭住的那间房子。嗯，请您出面跟他们说一下，房子不能撬，总不能让我们管制员没地方住吧？那好的，那我等您的回信。好，再见。哎，怎么回事？一不事先给我打个招呼。那些人不请自到，我事先也没准备。我跟你说，这件事情不能弄僵了，房子得住下去，钱让他们扣。可是，他们扣多少，我从奖励基金里给你补的时候不就得了吗？可那钱也不是干那个使呀。得了，这你就甭操心了啊，还那么多飞机呢。叫什么事儿？甭管，盯着点飞机，别的我来干。Only Pong 785 ground, an aircraft which called earlier than you, has been delayed for 5 minutes, so your departure will be put off at least 15 minutes. Beijing ground 75, Roger. 看看它落地的情况怎么样。
姿态良好。哎，你要不要歇会儿？我一点都不累。Beijing Ground 2175 requires a pushback. Alan Pong 785 Beijing Ground pushback approved.又是一家。小雪，嗯，干嘛呢？我急一下，一天到底能喝多少？这不有电脑吗？下班以后一定要就行了。你这样多累呀、啊！我自己记得能记得住吗？要的就是这个过程。那你忙吧。哎，你咋飞机走了？哟，两四三四北京进近，你的一号发动机已经失火，立即实施灭火程序，可以右转加入三边，紧急落地跑道361。北京进近两四三四，仪表显示发动机没有出现异常。两四三四，飞机左翼中冒烟了，你还说没有发现异常？右转加入三边，紧急落地跑道361。两四三四，明白。真是块木头，宁信豆不自信。东旭，飞机正在事故当中，你说话要冷静。大家不要乱看好自己的席位。高霞，马上关闭东跑道。小虎，通知各个救援单位全面紧急。是。我是地面管制，立即停止滑行，原地等待。822，请立即脱离361跑道，东跑道现已关闭。822，你动作快一点。出去，让其他飞机紧急避让。是。